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 是 Dan. 一出道就红遍全球的男团 Wonderone 将登上 2021 妈妈舞台。 MNET今天对媒体表示， Wonderone 将在12月11号举行的颁奖典礼表演特别舞台，除了赖冠霖之外的10位成员们都会参加。 因为Wonderone一出道，出道专辑的销售量就突破了100万，在不到2年的活动期间，在各种音乐节目、颁奖典礼等拿下了100多个奖牌，并且也在国内外15个城市进行了35万观众规模的演唱会，创下了非常多的记录。所以时隔2年多的重组舞台消息，真的是让粉丝们都非常期待。一直都在想，只要能再看一次Wonderone就满足了。结果想到现在真的能看到，又高兴又幸福，能看到Wonderone太好了，加油孩子们，终于等到了。希望以后也能出特别专辑。不过因为之前有过 Producer 系列的造假风波，所以部分网友们的反应并不是很好。现在造假风波才平息了，一定要这样出来吗？他们都各自活动得很好，就不要动他们了。这样的话 IOI、IG1、X1都叫不就得了？每次为了丑话题利用Wonderone令人厌烦，之后一定又会说因为什么什么事情又不能参加了。我是 Wonderone，每年妈妈的时候都会被这样利用，真的很伤心。另外，今年获得非常高人气的节目 Street Woman Fight 的舞者们也确定会参加今年的妈妈颁奖典礼。虽然不知道这次又会不会只是在丑话题，但是对于 Wonderone 出演妈妈舞台，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1月 K-pop 男团女团品牌形象排行榜，30位 FT Island， 29位 Golden Child， 28位同邦星野。 27位 P1 April， 26位 Pentagon， 25位 Treasure， 24位 Big Bang。 23位 ATG， 22位 NewEast， 21位 PIX， 20位 Super Junior， 19位 ONE & OPPO， 18位 Winner， 17位 Stray Kids， 16位 SF9， 15位 Highlight， 14位 Infinite， 13位 B2B， 12位 Tomorrow by Together， 11位 2PM， 10位 Monster X， 9位 ENHYPEN， 8位 2AM， 7位 SHINee， 6位 ASTRO， 5位 TOPIZ， 4位 EXO， 3位 NCT， 2位 Seventeen， 11位 男团，一位是防弹少年团，最多相关关键词是突破、公演抵制、嗨补演唱会、阿米，正负评分析结果，正面评价占 63.59%。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女团排行，30位 HYSEA，
29位我。28位 Alice。27位 Yes ID。26位歇息。25位 Ladies Code。24位 Lysom。23位 Apex。22位姚佳怡的。21位 Kirsty。20位一姐。19位摸摸脸的。18位 Dreamcatcher。17位 Weekly。 16位 Signature。 15位意大利索尼。14位 Promise Nine。 13位 April。12位 Brave Girls。 11位 Stacy。 10位 La Boom。 9位 Uju Sonyo。 8位 Mamamoo。七位 A Pink。 六位 Oh My Girl。 五位 Red Velvet。 四位소녀시대。三位 Twice。二位 ESPA。 十一位女团排行一位是 BLACKPINK。 最多相关关键词是进入、票房成功、果敢、前你、LISA、 Billboard。 正负评分析结果，正面评价占 75.62%。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Thank you.